当然是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到电影院去支持这部电影。那如果您成家之后，会像宜泽那样温柔沉稳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回答你。还在聊天呢、啊？不说要看电影吗？哦，哎，你也玩这个？很久没玩了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。如果说我的青春是什么，大概就是《古剑奇谭》了吧。他叫悠悠，第一眼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她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女孩。这个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你是？啊，我叫陆明。这个是？这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，你可以试试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玩游戏。哪有送生日礼物还做生日？这个不一样的，这个故事特别棒，又好玩又感人。太虐了吧！他们为什么要虐谢衣？为什么要虐妲己斯啊？你笑什么呀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吧，你因为游戏剧情哭成这样。有点傻。这是爱，我们的爱。没有想到居然这么顺利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静静的待机表白，再不愿放开。这是爱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在忐忑里期待，却越总想到不愿放开。这是爱给你的爱，没名字却停不下来，在忐忑里期待，却越总想到未来。是你我才明白，这就是爱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悠悠，刚跑完外景采访，最近真的太棒了。怎么办？咱们看电影去吧。今天最后一场电影已经放完了。悠悠，我忙一天了，真的特别累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算了，反正大片都一个样。看不看也无所谓，走吧。悠悠，别老生气了，行不行？好啦，不生气了。哎，你说啊，现在这么多好看的大片，古剑什么时候才能被拍成电影？那一定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。陆明，你答应我，如果以后古剑拍成电影了，一定要陪我去看，不准再放我鸽子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需要梦想，需要
掉眼泪，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谢依说过，人都是很固执的，尤其在选择要走哪条路时，更是半点不能强求。你最想要什么就去做什么，那就是你自己的道。也许我们都太固执，只能走自己的路，所以才会分开吧。毕业以后，我很少玩游戏，很少看电影，当然也没有再跟他联系。原来是这样，既然是约定，那不就重新找他吧。嗯，算了，过去这么久了，回不去了。嗯，你讲了这么多感人的话，让我想到岳武亦曾经讲过，悲欢离合都是人生常态。该放在心上啊，你可以把它追回来，永不放弃，勇往直前。当你需要人泪的时候，我们兄弟们都在。好了，加油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。这一刻时间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，第一次打开古剑奇谭二的项目。